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道中。诗篇5篇11节，大卫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神救了我们，他必定会为自己的名征战。我们只要艰辛依靠他，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灰心绝望，不要让感觉代替了信心，而要坚立在神的应许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隐秘的财宝。我们思想隐秘的财宝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5章1到7节。以赛亚书45章1到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是那位
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一到七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一到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三节，经文说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三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隐秘的财宝。主为了使我们明白一些事情，常常会把我们带入黑暗当中，譬如进入了失去亲人时，家里充满悲戚阴影的黑暗中，或进入虚弱使我们与生活中的光明和精彩隔绝，而觉得被孤寂和凄凉笼罩的黑暗之中，又或是进入经历痛彻心扉的悲伤跟失望的黑暗当中，然后他将他的秘密告诉我们，是伟大又神奇的，永恒且无限的秘密。他会使已经被属世的炫光所迷惑的眼睛重新能看到天空的繁星，使已经昏聩的耳朵能够听见神经常被世上刺耳的叫喊声所淹没的微小声音。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隐秘的财宝这个题目。古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早在出生前200年神就已经预告他的名字。这样奇妙的是，古列并非首例，之前犹大王约西亚还没出生，还不在世上，神已经预言他了。列王记上13章1-3节记载，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古列还未出生，神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古列并不完美，但是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工作，神按他自己的方式用他。神有至高无上绝对的主权，可以使用任何他愿意用的人。当先知以利亚灰心的时候，列王记上19章15-16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叫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哈拉人沙法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接续你。神要以利亚去高两个人做王，一个是哈薛做亚兰王，一个是耶户做以色列王。神要用亚兰王哈薛成为手中的杖，报复以色列国，又要兴起耶户来刑罚亚哈全家。至于以利亚不能除灭的拜巴利的势力，会在耶户手中完成。列王记下10章28节提到，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如今神要兴起古列，以赛亚书44章28节，神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古列是神所立的牧人，被神兴起成就神所喜悦的事，就是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以赛亚书45章13节，神说，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斯拉记1章2节，以斯拉记载，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耶和华天上的神将天下万国赐给古列王的那一年，他下诏通告全国，要释放犹大被掳的百姓，让他们归回故土，重建圣殿。在诏书里他写着，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愿神与他同在的，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古列对耶和华神非常崇敬，所用的是尊敬的用词，他不是说可以回去，而是说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帮他完成神对他建殿的托付。古列有意给神建一个规模比所罗门所建的更宏伟的圣殿。以斯拉记6章3-4节记载，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
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先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可能被掳归回的余剩百姓并不清楚这份诏书，在他们有限的能力之下，只能建一个规模很小的圣殿。古列在诏书里也嘱咐，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以斯拉记1章7到8节又记载，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手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舍巴萨就是所罗巴伯，一如伯提沙撒是但以里，他们都有自己巴比伦的名字。所罗巴伯有皇家的血统，是耶稣的养父约瑟的先祖。以斯拉把这些器皿的数目记载得非常详细，总数一共是5400件。凡属神的一样都不能留在巴比伦，神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让他的圣殿被毁，器皿被掳走，他只是暂时寄放，等候他的安排跟调度。巴比伦王伯沙撒向神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自己面前，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神就数算他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耶利米书27章21节到22节记载，论到那在耶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他怎样命定，事情就必怎样成就。波斯王古列关心的是圣殿的重建，以后波斯王亚拉薛西关心的是圣殿的敬拜跟律法的遵行。当神的百姓能力有限，心灵软弱的时候，神就外邦君王来促成来推动，又借着先知鼓励坚固百姓的信心，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以赛亚书45章2节，神对还没有升到世上的古列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神引导古列修平他要走的路，为古列开门，他就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包括巴比伦。以赛亚书45章3到6节，神又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神是为自己的荣耀跟他百姓以色列的缘故行这事，神兴起加勒底人，又兴起古列，为了不同的用途，就像他造光又造暗，施平安又降灾祸，刑罚有时，复兴有时，造作这一切的是神，他为自己名的缘故调度万事。孙大中每每在读考门夫人的灵修著作的时候，我就发现考门夫人很喜欢引用乔治梅森的属灵文章。乔治梅森是当代苏格兰最有名的盲眼牧师，1840年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父母亲都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
他父亲还是当地教会的长老。乔治·梅森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视力，这让他的心变得非常沮丧，仿佛进入无尽期的黑暗。为了顾及他的未婚妻的幸福，他怀着矛盾的心情请求解除婚约。另外一种说法是，他的未婚妻告诉他决定取消婚约，因为不想嫁给一个盲人。由于常年受律师的专业训练，天资聪颖，加上勤奋上进，42岁时乔治·梅森被接纳成为爱丁堡圣伯纳堂的牧师，牧养将近2000多位信徒。像约伯一样，他为自己受苦的问题挣扎良久。他也曾学向保罗祷告，求主把这根肉身上的刺挪去，但神的美意是让他经过生命的克西马尼之后成为具有属灵深度的作家。借着不住的与主交通，乔治·梅森不久就发现暗中的宝物，神隐藏的财宝，就是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为了爱所受的苦难。当他更认识基督的时候，他的心意也跟着更新变化。他发现神没有把他身上的刺拔除，没有叫他立刻解脱，而让他自觉软弱。他越觉得软弱，就越努力依靠神，越努力依靠神，他就变得越刚强。他说这是一件看起来好像很矛盾的事情，而他的解释就是因为神喜欢使用人的软弱，他要在自觉卑微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当他感到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才发现神做成了一切。他承认自己没有力量，承认自己来到了尽头，神就暗暗地在他生命中施展大能，把他所需要的力量天天赐给他。我们的问题就是容易把自己看得太高，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以为可以掌控一切，而开始不依靠神。乔治·梅森年轻时就曾经受到新派神学跟进化论的影响，差点成了无神论者，但神的真道把他带了回来，使他悬崖勒马。没有人喜欢当弱者，我们都喜欢当强者，我们都喜欢掌控一切。神不用那些自以为有的，而专用那些自觉不配感到无有的人，而他知道要怎样行。乔治·梅森把余生都投入在灵修著作上，他在自传里这么写着，每一句话都借着圣灵的微声赐下新的亮光，正是我心灵深处最为切慕需求的。英国知名的牧者华伦·威斯比牧师提到乔治·梅森时说，神使他双目失明，好叫他在其他方面看得更清楚，能成为别人的向导。神使用他成为当代的属灵领袖，引领许多心灵渴慕主的信徒进入与主交通、背十字架的道路，为后来英国教会的复兴打下了美好的根基。今天我们也可能在神所许可的试炼中，在信心和盼望中等候神，这时尤其需要依靠圣灵。乔治·梅森说，圣灵不但有工作的侍奉，而且有等候的侍奉。当他年轻时，神关了他想要当律师的这扇门。律师的工作已经很多人在做了，但是能够写出极有深度属灵文章的牧者却不多，尤其在英国那段清教徒之后信仰开始没落的年间，神特意兴起他，让他看守那些被仇敌掳走的圣殿里的器皿，神一心意中的隐藏的宝物，透过他的灵修著作再次让这些宝物发出光芒。乔治·梅森的灵修作品给日后考门夫人写《荒漠甘泉》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神知道怎样用他要用的人，他赐给乔治·梅森等候的信心，让他能够胜过
拖延很久而不能实现的苦楚。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今天也叫我们彼此同心，效仿他的爱子，不愿受苦或等得太久就哀怨自怜，或因为自己受苦就剥夺了别人的欢乐，而是知道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因为神不离不弃的大爱而赞美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伟大奇妙神。哦，我主，伟大奇妙神，你创造天地和万物。哦，我主，伟大奇妙神，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万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哦，我主，伟大奇妙神，你创造天地和万物。哦，我主，伟大奇妙神，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万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已经应许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你常常不是挪走我们身上的重担，而是要我们在重担中找到安息。主啊，今天我们常常求顺利，求荣耀，求看得见的好处，但你却将暗中的宝物、隐秘的财宝赏赐给那些爱你、真正认识你的人。他们不像众人一般的拥挤着你，而是被你带到一旁与你面对面，以至于他们的讲道不是千篇一律，不像在说教，他们灵修是带着生命、带着恳切、带着能力，能够触及人们心灵深处最深的需求。主啊，这是出于你，求你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心中，开广我们的心，使我们甘愿与你同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青草地上领我在溪水旁，他是我的灵苏醒，引导我走一路。主耶和我必